禀王后，上大夫来了。王后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回王后，这凡是进大军口里的东西，食物也好，药也好，比臣全都查过了，可还是。 大军受的苦痛，比臣真恨不得替大军去受着。只要大军能早日康复，哪怕让比臣受千倍的苦，万般的痛，都在所不惜。你算比臣，比臣为楚国、为大军尽了忠啊！好了，难得你一片忠心。不过，大军近日所用之药，每次都由宫人专门试尝。 唯独莫愁娘娘送来的药未曾试尝。你的意思是？鄙臣以为，还是谨慎为好。且慢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自今日起。 大军的药必须要先尝毒，方能进去。尝毒？莫非你们怀疑我们这药里有毒不成？鄙臣只是奉命行事，还望莫愁姑娘见谅。此药必须趁热服下，方可见效。莫愁越是，为防止旁人闲话，我看还是先检查一下药为好。好，既然大家都不信，那查一查便是了。 真变黑，药里有毒。啊！什么？你胡说！莫愁越深，你该如何解释？王后娘娘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来人，在。留我把这两个毒害大军的妖女押入大牢。没有我的旨意，谁也不能放他们出来。喂喂！王后娘娘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姐姐，王后娘娘。